印光大师护国习斋法语精华，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语课本第五页，第五页。第二行，那么这是呢，我们昨天跟大家说呢，要来补充啊，说明有关于现在有很多人呢，喜欢所谓的禅净双修，那么印光大师啊，对于所谓的禅净双修啊，他是怎么个看法呢？那么这是我们跟大家来补充说明的。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地方说，再者，今人好言禅净双修，就则所谓双修者，乃看念佛的是谁，此能重在参究与净土中。生信发愿求往生，迥然两世。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一般人啊，他们常说他们所谓禅净双修的啊，但是这个禅净双修呢，很多人啊都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做禅净双修？在这个地方啊，印光大师说啊，其实啊，一般人所谓的双修啊，那个是参什么呢？啊，参那个话头啊，这个话头就是啊，看念佛的是谁啊，谁在念佛啊？其实这个是着重在参就，而不是在念佛啊，所以跟我们净土宗讲说啊，这个念佛的方法不一样啊，因为净土宗他这个念佛能够往生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生信发愿啊，所以你没有信愿啊，你即使啊天天念这个阿弥陀佛啊，你也不能往生啊，所以这个禅宗啊，参这个念佛的是谁，他虽然里面也在讲念佛，但是呢他没有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也不一定相信有极乐世界，所以啊，这个就跟净土宗的修行方法不一样了，所以叫做迥然两世啊，是两码事啊，不能把它混在一起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继续看啊，又禅宗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系指亲见当人即心本具之佛性而言啊。我们看到这里，那么所谓明心见性啊，就是见到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佛性啊。那么如果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这个在原教里面啊，就是所谓的初住菩萨的境界啊。所以啊，到了初住菩萨呢，这个就是见性成佛了啊，因为他见到佛性啊，所以呢他就是等于成佛，但是呢这个佛还没有圆满啊，我们今天所谓的分正佛啊，正得一部分，但是呢他所见到的跟佛是一样的境界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破一品无明啊，正一分法身啊，这个原教初住菩萨的境界。接着再看底下，
密宗所谓即身成佛，盖以即身了生死为成佛。若具任以为成万德具足、福慧圆满之佛，则大错大错。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个禅宗啊，他讲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但是我刚刚说了，他这个成佛是什么呢？是分正佛啊，是原教初住菩萨的地位啊。而密宗所谓即身成佛呢，也不是说呢，哦，那我当下这个身啊，就成了圆满佛了啊，其实也不是这样啊，我们不要把它误会了啊。这个即身成佛是什么呢？就是即身了生死啊。我们今天讲啊，了生死、断烦恼、出三界啊。那么这种地位是什么地位呢？这种地位啊，跟大家讲啊，这就是所谓的天台教义里面讲藏通别圆里面的藏教佛啊，所以是四教里头最低的啊。所以这个藏教佛啊，他见思烦恼啊已经断掉了啊，因为如果见思烦恼不断尽，那不可能叫做佛啊，哪有带着烦恼的佛呢？没听说吗？啊，所以他一定有断见思烦恼啊。那么即使啊，我们今天讲到我们待业往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么我们到极乐世界啊，我们在那个地方啊，我们也是人的身份呢，也是天的身份呢。啊，那么人还有业啊，啊，天也有业啊，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是人天的身份啊，而不是说呢，哎，我到极乐世界就马上成佛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起先呢，哎，还是啊，是人天的身份，然后慢慢修，修到最后成佛的啊。但是呢，到了极乐世界啊，给你保证你一生就能成佛啊，不用经过第二生，没有生死的，这是给你保证，这是正确的啊，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修嘛啊，你也不用了世，不用再轮回，不用再转世嘛，就在那边一直修，修到成佛啊，这个就叫一生成佛啊。啊，那么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可以给你这样保证一生就成佛呢？啊，因为啊，你无量寿嘛，啊，寿命很长嘛，无量无边嘛，啊，所以你的寿命啊长得不得了啊，所以肯定的，你在那个地方啊，一生就能修成佛。啊，因为我们一般讲啊，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嘛，那么你的寿命有无量劫，无量的寿命，那三大阿僧祇劫对你来说那算什么呢？所以啊，这个就是跟你讲啊，你肯定就成佛，只是呢，你的时间啊，有的人长，有的人啊比较短，啊，你有努力认真，你就短一点，啊，如果你慢慢来，那时间就很长，可是呢，给你保证就是一生成佛，啊，所以不是说呢，哦，你一到那个地方你就是佛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没有这种讲法的，啊，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啊。那么密宗呢，他所成的这个佛啊，不要以为啊就是一个万德具足、福慧圆满之佛啊，不是说像释迦牟尼佛啊那个福慧都圆满了这种佛啊，这个我们啊要知道不是这个佛啊，是藏教佛啊，等于像什么呢？有一点像比阿罗汉高一点啊，这样的境界啊。所以底下我们继续看，盖禅家
知见性成佛，乃是大彻大悟地位。若能断尽三界内之见思二惑，方可了生脱死。我们看到这里，所以这绝对是真的啊，绝对不骗人的啊，一定要把三界之内的见思烦恼啊，就是见思恶惑啊，把它断尽。如果没有断尽的话，那就决定不能够出三界。所以禅宗的人啊，纵然他有很深的定功啊，比如说他修禅修禅定啊，那能够呢盘腿面壁啊，可以打坐，一坐坐上个两三个月啊不起来啊，甚至于啊也不吃饭也不喝水，那么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呢？这种境界也不过是初禅二禅这样的境界而已啊。啊，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四禅天以上啊，你看从初禅开始就不用吃饭啦，不用睡觉啦啊，所以这种境界呢是在讲还没有出三界，还在三界以内啊。可是我们今天啊看到这种人，哇，那简直啊赞叹的不得了啦啊，觉得这种人啊功夫了不起啦啊，所以大家呢赶快顶礼膜拜啦啊，他是佛菩萨啦，这圣贤啦啊。那么像之前我们讲到啊，那个郭洛匠念佛往生的啊，你看呢这个念佛念到欲知直至自在往生，还念啊站在那边啊站了三天的，你看看呢平常没有人瞧得起的啊，谁会看得起你这种一天到晚只会念佛的人而已啊啊。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郭洛匠啊念佛念到欲知实质自在往生，站在那边啊站三天，他这个功夫啊比起那个盘腿面壁啊可以打坐坐上三个月的啊几百天的，那高的太多太多了啊。可是呢我们肉眼的凡夫啊不认识啊啊，看不出来啊啊，换句话说呢我们不识货啊，我们只认得那个假的，不认识那个真的啊。所以啊佛常常叹息啊，说我们凡夫叫可怜明者啊，你看看真实的好东西摆在面前不认识啊，喜欢搞那些假的奇奇怪怪的，哎，觉得那个很了不起啊。所以啊心里面啊这个邪知邪见啊啊，没有正知正见啊。换句话说呢，一定要注意到，如果烦恼没有断尽，就决定不能够出三界啊。即使他的功力再好，也不过是升四禅天四空天而已啊啊，即使升到天上最高的啊，这个四空天啊，最高叫做飞想飞飞想天，寿命有八万大劫。但是啊，这个八万大劫啊，还是有个时间呢，啊，还是有一定的啊。这个时间到了，他还要堕落啊，所以他不是啊真正的啊永远离开了生死啦，啊，离开了轮回啊，没有啊。所以你看看呢，这就是啊我们讲到六道里面最高级的凡夫了，升到最高的天了啊，寿命八万大劫了。可是呢这个就是啊他没有出三界啊，寿命还是有一定的啊。所以他比起啊这个出国的人啊，那差得太远了啊。你看呢这个出国的人啊，他不堕三恶道，这个见思烦恼里面呢，他断了见惑，思惑还没有断啊，他就证得了出果啊，出果叫须陀洹啊。
但是呢，他这个出三界啊，那就有保障啊，也就是啊，佛在经上说啊，这个出果须陀洹啊，只要经过七次的啊人间天上往返呐、啊，因为他不堕三恶道了啊，他只有人道跟天道两个地方去啊，然后呢，天道人道两个地方啊来回七次，他就保证可以出三界啊，证得四果阿罗汉了。这是有保障的啊，所以你看呢，这个八万大劫这个天人你怎么跟他比啊，啊你将来还要堕落啊，人家是有保障，将来啊七次往返就已经出三界了。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家有断烦恼啊，啊所以学佛啊是以断烦恼为第一桩大事啊。所以我们念佛的人，虽然我们今天呢没有说呢啊，教你一定要把烦恼断掉才能够出三界，但至少我们念佛的人要用这一句佛号把烦恼扶住啊。凡是我们一起心动念呢，就立刻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样呢就叫做扶烦恼啊。然后扶久了，自自然然慢慢的就断烦恼了啊。这个就是用功的方法，这个就是真正的念佛啊，所以必须要念到啊，心里面啊只有佛号啊，不会再有烦恼了啊。如果我们一天到晚还有烦恼啊，一天到晚还是啊这个生气，那不行啊，这个功夫就没有了啊。所以必须要做到啊，只有佛号没有烦恼啊。底下我们继续看。底下说，密宗之极深成佛，不过初到了啊，初到了生死地位，此在小乘，则阿罗汉亦了生死，而原教初信断见惑，七信断思惑，即已了生死。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是讲到啊，这个密宗所谓的极深成佛啊，就是刚刚说的，他只是达到了生死这样的地位而已。那如果要讲了生死的话，你看这个小乘的修行人啊，他们证得阿罗汉，那就是了生死了啊，他就已经达到这种地位了啊，我刚刚讲嘛，四果阿罗汉呢，啊，那么原教呢，啊，原教是最高的啊，这个地位的叫原教。原教呢，这是大乘菩萨最圆满的教法，啊，那么原教的初信位是断见惑，啊，这个地位呢，就跟我们刚刚讲啊，这个小乘的初果须陀洹一样的啊。然后呢到了七信位，那就断思惑了啊。那么断思惑了，他就了生死。所以你看这个菩萨啊，他这个断的见惑，他还没有完全了生死，他还在这个世间，还没有出三界啊。然后修到呢七信位的时候，哎，他才断了思惑，才真正能了生死，这是菩萨的修行啊。那么虽然呢，这个菩萨啦，好像感觉啊，那么他呢还没有了生死，那他比阿罗汉还低咯啊，看起来好是这样，而实际上呢不然，他的功德智慧神通啊，那阿罗汉不能比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地方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个原教啊，它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七信位，就相当于像密宗的极深成佛这样的地位，也相当于阿罗汉这样的地位啊。底下我们继续看，底下啊，第五页
倒数第二行啊，第二句开始，七性与阿罗汉了生死虽同，其神通道力则大相悬殊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虽然啊，讲到这个了生死啊，阿罗汉已经了生死啊，已经断了见思烦恼了。那么这个原教的菩萨要到七性位的时候啊，他才把见思烦恼断掉，就相当于阿罗汉这样的地位啊。但是呢，虽然跟阿罗汉一样啊，断了见思烦恼，看起来好像一样平等，但实际上呢，他的智慧神通啊不相等，那比阿罗汉啊那高了太多了啊。所以阿罗汉啊比不上初信啊这个七信位的菩萨。那么密宗讲了生死啊，也就是达到这个境界而已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呢，甚至于啊，有时候比原教七信位的菩萨呢可能还不如，还达不到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然后再呢继续来看看底下说，八九十信破尘沙惑，至十信惑心破一品无名，正一品三德密藏而入出住，是为法身大事，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方入佛位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那么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些名词术语哈啊，这个我们其实啊在这个地方啊看一看学一学也不错。为什么？因为我们师父讲经常常会讲到这些啊，所以你现在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哎，以后你听经啊，哎，就听得很清楚，知道师父在讲什么啊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常常会出现的这些名词术语啊。那么这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原教的菩萨啊。原教的菩萨呢，也就是到最后啊啊，我们讲到了初住菩萨啊。这个初住菩萨呢，也就是从刚刚所谓的原教七性位啊，然后呢七性位已经断了见思烦恼吗？然后见思烦恼接下来还有什么烦恼呢？还有尘沙烦恼啊，叫做尘沙惑啊。再来呢还有无明烦恼啊。所以我们的烦恼总共有三种啊，一个见思烦恼，一个尘沙烦恼，一个无明烦恼啊。那么七性位的啊已经把见思烦恼断掉了，接下来要断什么呢？断尘沙烦恼啊。所以八性九性十性啊，它就是破了尘沙烦恼啊。然后呢十性以后接下来就变成啊十住了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十性十住啊。然后呢接下来啊十回向啊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总共呢叫做五十一位啊，菩萨就是五十一位啊。但是呢啊，前面的这个十个位次啊，这个还没有破无明的啊，只是断见思啊跟尘沙。到了初住位的啊，也就是所谓的后面十住初住以上的，那就是破无明啊，破了一品无明，证了一分法身啊。这个法身呢，也就是所谓的三德密藏。那么这就是有所谓的原教的初住菩萨，就是达到这样的境界啊，断见思啊啊，破这个尘沙，然后又破无明一品啊，就变成了初住菩萨。那么这个初住菩萨呢，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谓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这样的地位。如果在念佛人来讲呢，就是达到了理一心不乱这个境界了。所以呢，在这个之前的啊，那就是所谓事一心不乱啊。所以像原教七性位呢，哎，那还是事一心不乱嘛
啊，也就是我们讲这个念佛的功夫啊，有三等啊，上中下这三等。上等的叫做理一心不乱啊，所以你想想看呢，这个地位那就超过了禅跟密的成就了啊。那么中等的是事一心不乱，这个事一心不乱就等于是禅跟密的成就啊，虽然是等于他们的成就，但是实际上呢，啊，念佛人他们这个福报、智慧、神通、道力啊，那超过他们了。那么下等的功夫呢，叫做功夫成片，也就是我们说的待业往生的，这个待业往生啊，所得到的成就，虽然烦恼没有断，这个烦恼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可是这种成就啊，说实在话，也远远的超过了禅跟密的成就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去念净土三经你就晓得啊，你看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没有断烦恼啊，烦恼带着啊，这个叫做待业去往生的啊，即使呢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是生在凡圣同居土啊，因为还没有断烦恼嘛，所以生在凡圣同居土啊，即使是下品下生的人，你看他的享受，他的福报，那跟这个等觉菩萨有什么差别呢？啊，没有什么差别啊！你看极乐世界是一个平等的世界啊，那所受用的都殊胜啊，这是禅跟密里面没有的啊。所以呢，禅跟密里面啊，那么他们啊，虽然说啊，能够极生啊，了生死。也就是他的成就虽然跟藏教的佛这样的一个地位一样啊，那么受用神通道力啊也比藏教佛还高，但是呢真的要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那些待业往生下下品的人一比啊，还是不如啊。这就是呢印光大师在此地啊给我们透露的这个消息啊。尤其啊，我们今天啊看到这个弥陀经里面给我们讲到啊，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就是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是什么呢？就是圆正三不退 我们一往生就达到圆正三不退啊，这样的地位啊。我们要注意这个圆字哦啊，这个圆正三不退是对谁说的呢？就是对凡圣同居土啊，这个下品下生的人说的啊。你看连下品下生的人都能够圆正三不退啊这个圆字啊，也就是说他的福报、他的享受跟等觉菩萨没有差别啊跟观音世智、文殊普贤没有两样啊。所以你想想，那个藏教的佛他怎么能够比得上呢？不但藏教佛比不上，连别教佛也比不上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这个珍惜宝贵的所以这个禅宗的祖师讲到要传法度迷情你看看呢，这个传什么法我们今天得到的是什么法是诸佛如来传给我们的真正的心传传心法要所以你看呢，弥陀经里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赞叹阿弥陀佛而且善导大师也说了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他的目的是什么？所谓如来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就是为了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介绍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是得了什么法？你得的是十方诸佛的真传。那么这一生呢，我们真正能够相信，能够肯发愿，能够肯真正的念佛，不怀疑不犹豫，乃至于呢其他法门也不用去搞了
啊，就学莲池大师的啊。你看莲池大师啊，他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他是开悟的啊，禅宗里面开悟的啊，通宗通教的大善之士哦、啊。可是呢，你看他老人家到晚年呢、啊，他讲了什么话呢？他说啊，三藏十二部啊，让给别人悟啊，这个三藏经典那么多啊啊。你们喜欢悟，你们自己去悟。啊，他只要选一部《阿弥陀经》，其他他都不要了。你看，这是什么？真正开悟的，啊，真正通达的人，其他都不要了，他只选《阿弥陀经》。啊，三藏十二部，选《阿弥陀经》。啊，八万四千行呢，饶与别人行。啊，这个佛法讲有八万四千法门呢、啊，啊，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呢、啊。啊，你们喜欢修，你们去修，啊，你们去学，啊，很好，我都很赞叹，啊，但是呢，我只念阿弥陀佛，啊，所以呢，他只念阿弥陀经，只念阿弥陀佛，啊，其他的他都不能不要了，千经万论只选这一部经，八万四千法门乃至无量法门，他只取这个法门，这个才真正叫世间呢、啊、第一等的。聪明智慧的人、啊、那么今天我们的选择跟莲池大师一样，那我们也跟莲池大师一样啊，是这个世间最有智慧的、啊、非常非常重要。好，底下我们继续念下去。你看啊，这个地方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啊，我们啊到了实信后心以后啊啊，那么也就是破了一品无明啊，证了一品三德密藏。而入初住，这个叫做法身大士了，啊，就证得所谓的清净法身了。接着在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方入佛位了，啊，那么这个佛位也才是真正的圆教佛的地位了。所以你看看呢，这个圆教佛就是我们讲为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一个福慧圆满的佛啊，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位次。所以从初住，破一品无明开始啊，你看呢、啊，还有四十一个位次，啊，这么长的时间，这么远呢、啊，啊，所以这是呢，我们真正啊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赶快念佛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才知道这个修行的过程啊，很不容易啊，啊，即使今天我们讲到啊，像我们所谓的像六祖慧能大师，啊，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是明心见性的啊，那么明心见性的这个菩萨，他最基本的他就入了初住菩萨。你看入了初住菩萨，你看后面还有那么长的时间还要走，才能够走到圆满成佛，这不容易啊啊！所以啊，这个佛位啊啊是福慧圆满的佛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即使啊，你要成这个佛，你要到哪里去成呢？你最后还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能成这个佛，因为啊，我们从《华严经》《普贤菩萨横愿品》里面你就看出来了。你看到最后啊，文殊普贤这两位大菩萨啊，还有善财童子啊，最后都什么都倒归极乐了。所有华藏海会的所有这些法身大士全部通通回向到极乐世界去，到了极乐世界啊，才能够成就啊真正的圆满之佛啊，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啊。底下我们继续看，其历程尚有如此之远啊，非一处即可作至也。修净土者既生西方，即了生死，即是即亦是即生成佛。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那么这几句话呢，我们知道就好，也不要去炫耀，觉得我们这个法门呢不得了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啊，你看看呢啊，这个修行的历程这么远啊，实在讲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的。但是呢，你看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一往生到极乐世界，马上就了生死，啊，马上就即生成佛，
啊，极深呢啊，你一到那边就一生就成佛了，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法门的殊胜啊。底下说，但净中不作见分说耳，而以禅宗之纯藏智力教其难易，实为天壤之别。上望欲会诸君，三复师子，啊，看到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什么呢？啊，就是希望大家呢都想一想，啊，也就是啊，禅宗啊，它这个修行啊，纯粹是靠自己的力量，啊，靠自己断烦恼了生死。那么净土宗呢，啊，除了自己修行念佛功夫以外，还有佛力加持。啊，就是阿弥陀佛啊，慈悲的愿力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这个法门叫做二力法门。啊，除了自己的力量，也有靠佛的力量。啊，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当然就比较容易啦。因此，我们这个法门叫做易行道。啊，其他的法门呢，叫难行道。啊，所以所谓的难易啊，啊，就是这个差别。但是这个难跟易，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差太远了。那个易啊，是很容易哦。为什么呢？你看看我们啊所介绍的那些念佛往生易知识字的啊，他们有很多，你看呢，在我们一般人看呢，他这个是啊没有读过书的，不认识字的啊，甚至我们讲啊很笨的啊，根基很落劣的，人家照样可以成就啊，就好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啊，这个啊有张善和，你看了这个杀牛的造杀业这么严重的，准备要堕地狱的，人家念佛忏悔往生照样一生成佛了啊。还有呢啊，这个王达铁啊，这个湖南啊衡州的王达铁，你看这个王达铁也不认识字啊，每天都靠打铁做苦工啊，但是人家也能成就啊。而且人家是很忙的啊，不是说一天到晚呢 啊什么时间啊都可以念佛啊，什么都可以放下了，不可能啊，天天都要做工啊啊，我们今天讲啊上班啊，从早忙到晚啊啊，那么他是打铁的啊，打铁很辛苦啊啊，所以呢啊这个一天不打铁啊就没饭吃了啊，所以啊生活是非常的辛苦啊。那么有一天呢，遇到了一个法师经过他家，那么这个王达铁呢就请这个法师啊进到家里面奉茶啊，然后呢吃个饭啊供养法师啊。那么法师就问他呢，他说我看你打铁很辛苦啊，你为什么不修行呢啊？结果王达铁就跟这个法师说啊，说法师你看看，我一天不打铁，家里这么多人要吃饭，你看看啊，我不工作就没饭吃了啊，所以要养家活口嘛，没办法啦啊。所以呢啊，如果说呢要修行啊，我也很想修啊，但是没有办法啦啊，除非有一个呢啊方法啊，说啊不用工啊不用放弃工作啊，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修的，嘿，那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个法师就跟他讲，有啊，有这种方法咯，可以啊，不影响你的工作哦，一边工作一边呢修行的哦。嘿，他是什么方法？他说啦，很简单啊，只要齁你在打铁的时候啊，一边打铁，这铁打下去你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啊，拉这个风箱啊，在喂铁的时候啊，啊你一拉呢，诶你就呢念一句阿弥陀佛。诶你看看这个不会影响你工作吗？啊，工作照样做啊，钱照样赚啊，啊照样养家活口啊，可是你就在修行了。诶他觉得诶这个方法很好呢啊，所以呢这个王达铁从此以后啊，每天打铁啊，铁打下去，他就阿弥陀佛；风箱一拉，他就阿弥陀佛。结果他的太太呢，看着啊，他说啊，你以前打铁就已经够辛苦了，现在还要一边打铁一边念阿弥陀佛，这岂不是更辛苦吗？哎，他说呢，哎，不会不会，哎，以前哦打铁真的很辛苦，腰酸背痛的啊，现在哦一边打铁哈、哦、一边念阿弥陀佛，哎。哎，觉得好像不痛不酸了啊。然后以前呢，这个拉风箱啊，喂铁的时候啊，哇，那个火炉啊，啊，夏天热得不得了啊。
哎，现在呢，一边呢啊拉这个风箱，一边念阿弥陀佛，哎，感觉哎不热了，哎，很清凉了，哎，所以呢，他觉得哎这个很好啊，啊，这个念佛一边念佛一边啊打铁工作很好啊。他的太太啊，觉得他呢大概这个念佛念久了，这个头脑有点问题的，啊，脑筋有问题的啊。但是呢，王大铁也不跟他讲，讲了他也不懂，他也没念吧，他不知道，不理他了啊。后来呢，有一天呢，这个王大铁啊，这个念佛念成功了啊，真的是修行的功夫成就了啊。但是呢，因为他呢不认识字啊，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儿子找来，他说啊，我有一首偈子啊，我不认识字，我写不出来啊，你去找隔壁的这个啊老先生过来啊，请他呢帮我记下来。那么他儿子就赶快把这个老先生请来了啊，请来以后呢啊，那么他就啊讲了一首偈子啊，这个偈子怎么说呢？他说啊，叮叮当当啊，啊叮叮当当打铁啊，每天在打铁啊，叮叮当当啊，久炼成钢啊，哦，这铁打久了就变成钢铁嘛啊，所以呢，这个叮叮当当啊，虽然讲是在打铁，实际上是什么？是在念佛啊。啊，打铁当中就是阿弥陀佛，叮叮当当啊，一句接一句嘛，啊、哦，所以念到最后啊，这个铁打成钢啊，就是这个阿弥陀佛念成功了、啊，啊，太平将近啊，我往西方，啊，太平将近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啊，这个阿弥陀佛已经现前了，啊，西方三圣来接引了、啊，啊，西方境界啊都在我面前了，啊，所以呢，我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跟阿弥陀佛走了。然后呢，把铁一打，就站着往生了，啊！所以你看看呢，这个王打铁啊，工作这么忙，天天要打铁啊，做这么苦的工作，可是呢，人家却能够啊，一边打铁一边念佛，结果念成功了，啊！所以你看呢，念成功以后啊，你看本来不认识字的吗？啊，没有读过书吗？现在竟然还会吟诗作对，啊！你看看开智慧了，啊！所以这是什么呢？我们啊一般说啊我忙了、啊、忙得不得了啊没有时间修了啊你看我们再怎么忙有王打铁那么忙吗啊人家呢一边打铁就一边念佛就可以念成功了那我们跟他比起来啊我们时间比他多得很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努力呢啊所以他能成功我们也能成功啊这个是我们呢、啊、一定要相信的这是我们这个法门的殊胜啊啊，所以王大铁这种根器的人都能成就了，那何况是我们？啊，所以这是、啊、我们绝对啊要能够真正明白这个法门的殊胜。啊，好，那么这是呢啊，我们啊在这一段里头啊，就是补充了啊之前呢 啊没有跟大家所说明的这个部分。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再回过头来啊，我们啊继续看啊这个。第十页啊，这个第十页呢啊，也就是啊，因为我们昨天呢、啊、所讲到的，讲到第九页啊，那我们呢啊啊、来看看啊，昨天讲到第九页，我们先看第九页这里啊，这是讲到《易经》上所说的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是第一行啊，第九页第一行。然后书经上说，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啊。那么这是呢，昨天讲到，这是易经里面以及书经里面呢啊，这个尚书啊，这里面所讲的这些话啊，意思就是啊，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是一样的道理啊，也就是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么接着呢我们继续来、啊、看、啊、第十页、啊、我们就回到第十页了第一行这个第一行第二句开始、啊、印光大师、啊、来给我们传授、啊、讲到什么叫做究竟法、啊、前面讲的是一般世间的善法、啊、那么今天呢在这一段里面呢、啊，印光大师讲究竟的修行的啊，这个法门是什么呢？啊啊，底下说何为究竟法？啊，是在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并须敦伦尽分，贤邪存诚，
则国运可转，灾难可消。底下我们继续看啊，盖今日之灾难，皆大家共业所招。如人人念佛行善，则共业可转，而劫运可消。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就近法啊。就近法呢，就是教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真的是了生脱死了啊。虽然前面讲那个善法，那个善法呢啊，将来呢就帮助我们啊，你种善因得善果，这个得的善果啊，就是呢啊，得的善的果报哇，升到啊天道，或者是在人道里面享受啊这个福报。可是这个毕竟啊还是不究竟啊，因为还有六道轮回嘛啊，所以真正究竟呢，还是要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永远呢、啊、就是一了百了了啊，通通都了了，没有再生死，也不用轮回了啊。那么这是我们的正修。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印光大师也提出了这个助修啊，就是帮助我们修行念佛法门的一些方法啊，就助行啊。这个助行是什么呢？啊，也就是要敦伦敬奋，要贤邪纯诚。这两句话，哎，是我们上一次啊已经跟大家特别强调的啊。其实呢，这个贤邪纯诚啊，敦伦敬奋呐、啊。这就是我们佛门里面常说的叫发菩提心啊。所以你说什么叫发菩提心呢？发菩提心就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就在你的这个身份地位里面，把你的工作，把你的啊这个义务做好，这就是发菩提心的吗？这就是佛心吗？啊，所以你看呢，贤邪纯诚啊，邪就是邪知邪见呐，啊，贤就是防止啊。决定要防止这些邪知邪见啊，然后呢要存心，存诚意，存诚意正心啊。存什么心呢？存真诚的心啊。那么这个诚心呢，也就是佛的心。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用心跟佛的用心没有两样啊。所以你想想，用这样的心来念佛，那决定能够证得一心不乱啊，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所以啊，这就是啊我们念佛我们要记住啊，如果我们的心还有一点不诚，那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品位就会低啊，心越真诚品位就越高啊。所以这就是 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往生啊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四土吗？啊，有三辈九品吗？希望我们往生呢啊，是啊上面的啊长吉光净土啊十报庄严土啊上上品往生的，所以这是我们啊要认真修啊。那么这个助修里面呢啊，就是要敦伦敬奋啊。这个敦伦敬奋里面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把我们人跟人的这个关系啊要做好啊，这就是所谓伦常的关系。这个伦常啊，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啊，家庭里面有父子啊，啊有夫妻啊，有兄弟姐妹啊，然后在社会上呢有朋友啊，啊有各行各业啊，所以啊如何把这些人事的关系把它做好，这个就叫做敦伦啊。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啊夫妻啊，这个夫妇啊是同一间房间，叫做室啊，这个室就是一个房间啊。那么这个室里面呢，这个夫妻，你想想，如果夫妇都搞不好了，那其他的一切都免谈了，这是最基本的啊。所以你看看室这个房间再扩大，那就是家，这个家庭啊。那么家庭里面呢，上有父母，下有啊这个儿女，平行的有兄弟，这就是家。所以事扩大了就变成家啊，这个家庭里面啊，然后呢家再扩大啊，就是社会，这就是国家，那就是、啊、所谓的啊君臣啊，所谓的朋友，那就是国家社会啊。所以它的根本是什么呢？根本啊就是夫妇，第一轮就是夫妇，第二就是父子，第三呢就是兄弟，
然后呢再扩大出去啊，就是第四，那就是君臣啊，再出去呢就是朋友啊。所以啊，这个君臣，君就是我们所谓的领导人啊，在公司行号里面呢就是老板啊，领导的这个阶级啊。臣呢就是被领导的人，叫做臣。所以伙计就是臣啊，老板就是君啊。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领导跟被领导的关系啊。除了这个之外啊，其他的通通都叫做朋友关系。所以你看呢，这个五伦就把整个人世间的这些关系啊，通通都包括进了啊。因此啊，敦伦简单来说啊，就是把人际关系处理好啊。那么如何才能够敦伦呢？啊，也就是啊，大家要能够和睦相处啊，平等对待。尤其我们学佛的人啊，一定要做到这个。如果连和睦相处我们都做不到，那还谈到什么学佛的啊成就呢？啊，甚至于啊，有的人啊，你看在家庭里面啊，这个关系搞不好啊，这个搞不好以后啊，让家人乃至于啊，让我们的这些亲戚朋友一看到啊，就害怕不敢学佛了。啊，为什么呢？一学了佛啊，把家庭都搞成革命了，又搞成了啊一团糟，而且呢，让人家呢有时候有误解，说以为学佛马上就要剃头，马上就要出家，哦，所以你看看呢，这下人家呢一听到学佛，当然就害怕了，啊，以为学佛通通都要到寺庙里面去出家去了，所以这是呢是什么？这个让人家误解了，让人家害怕了，而不知道学佛。啊，真的能够让人家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啊！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佛法啊，有时候啊，我们自己所做的啊，做的不如法，结果被人家呢误解了、误会了啊。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家里面呢，我们的本分要做好啊，我们的身份呢要做得很完美啊，尽心尽力啊，去啊努力的去做到我们该做的啊这个职责。啊，所以这样人家一看哦，学佛啊，那是真正的尽到本分了啊，把他的啊这个该做的都做好了，你看人家才会赞叹，人家才会学习啊。啊，所以这个尽分呢，就是要尽本分啊，应该要做到的，我通通要做到啊。尤其是前面给我们讲到要济人，要利物啊，对于一切众生。啊，我能想到的，我能做到的，我通通要去帮助他，啊，这样我自己心里面呢就没有遗憾了，啊，所以在佛法里面讲啊，叫做功德圆满啊，啊，那么这个功德圆满呢，我们要记住哦，不是说哎我事情一定要做到圆圆满满，做到成功，啊，这个才叫功德圆满，不是这样说的，啊，这个功德圆满呢。就是你的发心要圆满啊，这个功德才会圆满啊。功德只要你发心圆满了啊，功德就会圆满啊。因为啊，你要知道这个事情要做得圆满哈，有时候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啊，因为这需要有外面的缘呐啊。所以你想想，如果外面的缘不具足啊，外面的人不肯接受，他不肯帮助你，不肯做。啊，即使我们建议出来，我们有发这个心，还是不能成功的，啊，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到功德圆满，最重要是着重在我们这个部分，啊，我们的发心已经圆满了，啊，所以功德那就圆满了，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了凡四训》里面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公案，啊，我相信大家啊都知道，啊，这里面呢，就是讲到有一个做官的。结果这个做官的呢，啊，有一天呢，被这阎罗王啊，啊，被小鬼啊抓到地狱里面去，啊，结果抓去以后审判，结果审判呢，啊，首先呢调出了他的档案出来，啊，结果这个档案一调出来呢，哇，不得了，啊，一大堆，啊，在这个地上啊堆了一堆的这个不好的啊这些档案。所以呢，啊，当时啊，这个判官啊，一看呢，啊，啊，大概这个人不是好人，坏人，呵呵，啊，一生做了太多的恶事啊，
那么这个还不能断定哦，还要看善的啊。结果看善的一断定啊，一掉出来，善的只有一卷啊，像筷子一样啊，一卷一根，啊，这个善太少了啊，所以肯定啊，这个恶人。但是这样还不算啊，还要怎么样？还要称一称啊，这个呢啊，拿这个天平啊来把它称一称啊，结果一称呢，哎。竟然呢，那个善的力量，那个一卷的哈，像一根筷子的力量啊，哎，大过于啊一大堆了啊，堆积如山的啊，这些恶的档案，哎，看起来这个人还是个善人呐、啊，啊，因为他这个善的力量强，啊，结果呢，这个人就问这个啊阎罗王了，啊，说呢啊这个善的是什么？这一卷善是什么？为什么力量这么大？那么这个阎罗王就讲了，他说啊，这个善啊，就是当时啊，你在做官的时候啊，有一次皇帝啊要大兴土木，啊，要建一个很大的建筑，啊，可能就是皇帝自己要享受用的，啊，但是这个建筑啊太庞大了，啊，劳民伤财，啊，所以啊你觉得啊不必要，不需要这样做，所以你就写了一个奏章，劝皇帝啊。不要做这个工程，啊！可是皇帝呢，没有采纳呢，他照样做了，啊！所以啊，这个就是你当时啊对皇帝的这个奏折啊，这个奏章，你写的这个奏章，劝皇帝不要做这个工程，啊！那么他说呢，那皇帝没做啊，啊？为什么力量有这么大？啊？他说啊，这个虽然皇帝没做啊，那个力量就很大了。如果今天皇帝做了。你今天就不会来这里了，你今天早就升天去了啊！所以呢，这就是什么一念的善心，那个善它是真善啊。那么那些恶呢，都是他的恶念啊，他的恶啊很多，但是都是恶念啊。所以呢，这就是常常我们说的啊，常常啊这个怨天尤人啊这种恶念啊。所以你动那个念头啊，马上就有个档案，那档案很多啊，堆积如山啊。但是呢，不如你这个善念。这个善念很真诚啊，因为啊你这一念善心啊，那是真的善，你不是为自己啊，你完全是替别人着想啊。所以这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就是发意圆成，你的发心，你的意念圆满成就啦，所以啊这个功德就圆满了啊，这个有道理的啊。当然如果能够做到这个事情又能成功哦，那这个善的力量就大得不得了啊，但是没关系，做不到了，哎，你的功德也是圆满的，啊，这就是啊，这一念的善念能够抵到啊，你一生啊啊所做的这些恶业，啊，所以这个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啊很大的一个启示，啊，所以我们恶业虽然很多，你也不要害怕啊，因为呢你要发心，啊，要发善心，一念的纯善就可以抵这些恶业。甚至于呢，无始劫以来的罪业，你看呢，为什么一句阿弥陀佛可以消80亿劫乃至80万亿劫生死的重罪啊？啊，就是呢，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心啊，真诚心念出来的，所以那个力量啊不得了啊。所以为什么能够忏悔啊，能够啊真正啊啊到了啊这个你看我们讲张善和啊，这个要下地狱的。人家那个冤亲债主都来要讨命了，能够在这瞬间啊发心忏悔发愿求往生，他能成就啊，道理在此地啊，啊，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啊去爱护别人啊，利益众生啊，能够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啊，有能力不去做，那就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本分啊，所以有能力一定要做到。所以这就是做到所谓的敦伦尽分的啊，所以这样一来呢，那这个国运就可以转变了啊，灾难就可以消除了。所以这个道理啊，印光大师在此地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们真正念佛啊，我们的心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希望啊，哇，我们这个世间啊，大家都能够消灾免难啊，大家呢。啊，最好都能够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没灾免难了啊，这是最究竟的啊。底下说啊，若
大家呢，人人啊念佛啊，这个行善啊，则共业可以转，劫运可以消。所以这是呢啊，我们今天要懂得这些因果的道理啊，能够真正的相信啊。所以不管什么样的灾难啊，通通都可以消啊。再加上呢，我们念佛行善啊，你看看呢，这个念佛当中啊，我们又继续行善啊，随缘去做啊，这个不是勉强啊，也不是啊攀缘啊。我们念佛的人呢，我们是随缘啊，遇到了我们就做。不要去找啊，所以呢，这就是呢，我们讲到护国习灾啊，啊，这个方法乃至于这个道理啊很深，但是方法很简单啊。我们呢真正相信了，我们去做，效果啊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所谓的啊，真正啊，我们能够啊来啊弘扬这个佛法，其实啊，你看如果要讲啊，就讲这个印光大师啊，这个开示很浅显，很明白。啊，如果要讲那个大经大论啊，听的也不能够完全做到啊，而且距离我们这个境界啊还很远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啊啊，义理太深了，学的还是消化不掉，还是不如这个好。这个很简单，这个东西啊啊，就好像啊啊青啊这个青菜啊，这个青粥小菜啊，很容易消化的啊，所以啊马上呢就能够得到好处。所以这是呢，祖师啊用很浅显的语句啊，来给我们将佛法的大道理啊，为我们点破出来，点醒我们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好，接下来呢啊，这个部分呢、啊，就是要讲到家庭教育这个部分啊。这个家庭教育啊，是国家社会的治乱的根本啊。那么尤其啊，我们看到现代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啊，大部分的家庭里面啊，你看这个家庭主妇都要到社会上啊去工作啊，结果小孩子啊都会交代给别人啊去带啊。那么虽然自己啊事业成功了，但是底下一代啊就不一定能够成就啊。所以呢，这就是印光大师啊，他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我们啊。所以你看看呢，如果说呢这一代啊，我们没有好好的啊把他呢教好，以后他长大了啊，他不懂得孝顺啊，乃至于呢他会带来许多的痛苦跟灾难啊。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呢他小的时候没有好好去教他，没有全心全力呢来教导来教育啊。所以这就是印光大师啊非常反对家庭妇女出外去工作啊，他是极力反对的啊。他认为啊，妇女的工作在整个社会上是最为神圣的工作啊。做什么工作呢？就是教育小孩啊。所以说呢，有贤母啊才必定有贤子，有这个啊贤能的母亲才会教育出贤能的儿女，有贤能的儿女，这个国家才会有贤人出现啊，啊才会有伟人出现啊，啊才会有好的领导者啊。所以这个关系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我们想要国家世界啊能够和平安乐，一定要有伟大的人物出来啊，就好像啊，过去我们啊，中国啊，啊，出了这个孟子啊、孔子这样的圣贤，啊，这样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那么这些伟大的人物是谁来培养的呢？是母亲来培养的。所以你看，我们看呐、啊，这个历史上看到这些伟人啊，孔子、孟子啊，你看他们是谁培养的？都是他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啊。你看孟母还三迁呢。啊，为了这个小孩子的教育啊，你看呢，啊，伤透脑筋呢、啊，啊，还搬家搬了三次啊，啊，所以这是什么？就费尽辛苦啊，来教育这个小孩，啊，所以这是讲到啊，这个从小啊要培养，啊，谁来培养呢？母亲来培养，啊，所以底下呢，我们来看看，第十一页，
第二行，好，我们看第二行第一句开始。凡为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若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矣。啊，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也就是我们师父啊一直在强调的，要学《弟子规》啊。所以小孩子啊，从小父母要教《弟子规》啊。但是问题是呢，父母以前也没有学过《弟子规》，所以现在呢，连父母要一起学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提倡啊，大家呢人人都来学《弟子规》啊。最主要的目的啊，就在此地。啊，希望啊，这个小孩子从小啊就能够接受啊这样良好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乃至于印光大师教的更好，他讲要加以施行因果报应啊这样的教育啊，所以除了教《弟子规》，还要跟他讲这些啊因果报应的故事啊，从小啊让他呢深信因果，那这个学习啊就更究竟、更圆满了啊，所以这是什么呢？啊，所谓的啊，从小教啊，啊，这个习性养成以后啊，啊，他一生啊，他就不会改变，啊，所以这就是啊，啊，这个小时候啊，就能够啊，决定他的将来，决定他的一生，啊，所以这是我们啊，在这个地方呢，要认真努力的来学习，啊，所以小孩子幼小的时候啊，啊，这个时候是教学最好的时候。如果等到长大了，你要教他那个习性已经养成了，就很难为力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谁来专门做这个工作呢？那就是母亲呐，啊，父亲赚钱呐，母亲在家里啊，啊，教这个小孩，啊，所以过去呢，啊，我们也认识的啊，有一个啊同修，他也曾经来我们这边打过佛七啊，他住在澳洲，在 Perth， 啊，那么他先生呢？啊，跟他呢都是在此地啊，澳洲呢读大学来留学毕业的，啊，毕业以后留在澳洲啊，那个也他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啊。那么他的这个母亲呢是学商的啊，他毕业以后啊，他的父亲呢 他的这个先生啊是牙医，就叫他的这个太太呢不要到外面上班啊，专门照顾小孩。然后呢，他就给他薪水，啊，他说你在外面啊也是赚钱啊，看多少薪水，他就给他多少薪水。你在家里照顾小孩，啊，所以他从来没有去上过班，啊，把家里的小孩，他有三个小孩，都教得非常好，啊，这个整个这个个性都非常善良，啊，非常孝顺，啊，那么他有啊一个男的，两个女的，啊，那么。两个牙医啊，一个医生啊，啊，里面呢，这个做牙医呢还兼做律师啊，所以呢啊，这个成就都不错啊。那么最可贵的就是呢，这个小孩子啊，他非常孝顺，每天都电话啊，只要父母要去哪里啊，他都请假专门陪父母出去啊，去出国啊啊去旅游啊，都是专门陪父母出去。所以 这就是啊，现在我们在这个啊欧洲啊啊澳洲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虽然是一个西方的社会啊，但是呢，他呢从小啊就是啊用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教学方法来教育他啊，所以这个小孩子啊在这个环境长大，一样他也可以啊教成啊很孝顺、很懂得、很善良的啊这样的一个小孩啊，所以。我们啊，虽然说呢，哎，怕在这个西方社会啊受到不良的影响，其实不会，只要你肯教，啊，还是可以教得很好，啊，尤其我们看看，我们有很多啊，我们这些啊同修的啊这个儿女啊，我看都教得不错，啊，尤其我们这个啊学会呢，啊，过去我们啊从开始的时候创办就有啊这个。啊，培训的这个小孩啊，读这个读经班啊，教这个啊这个基本的这些啊做人的道理啊，你看看现在这小孩都不错了，现在都长大了啊，所以我们父母都教得很好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要下很大的苦心啊
所以呢，所谓一分耕耘呐、啊，一分收获嘛，啊，所以一定要下这样的啊一个啊心力啊，所以得到的结果啊啊是非常啊令人啊啊满意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看看啊，我们讲到啊印光大师啊特别强调的啊，他这个从小来教啊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呢？啊，你看呢这个地方说呢，由重者必在于胎教。啊，孕妇能如数念佛，行善去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身不行恶事，口不出恶言，使儿在胎中禀受正气，则天性精纯，生后再加以教化，则无不可成为善人者。那我们看到这里啊，所以你看看呢，我们中国人啊讲到教育子女啊啊，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教呢？胎教，还没有出生就教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你看不简单啊，而且这个胎教什么时候就开始呢？在周朝的时候，你看呢，那个时候的人就已经呢注重胎教了，所以这个教育儿女啊啊，我们中国的历史啊很悠久啊，三千年前啊，你看看啊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啊讲到啊啊，这个孕妇就怀了这个小孩以后啊，你看呢啊，印光大师说呢啊，如果能够吃素念佛，嘿，这个好啊啊，这是一条啊，吃素念佛啊。那么这个在经典里面也讲了很多，像那个地藏经也讲到啊，如果有怀孕呢 啊要诵经念佛啊，这个是对小孩是非常非常的有很大的帮助啊。然后呢要能够啊真正啊断恶修善啊，而且主要的呢就是啊，你看目不视恶色，不好的绝对不看啊啊，这个声音不好的也不听啊，行为呢绝对不做恶事，乃至于口不出恶言哦。你看看，从身口意啊，所有的啊，我们所作所为，所有的啊行为上啊，你看呢，断恶修善。所以让胎儿啊从在胎中啊就禀受了这种正气了啊，没有这些邪知邪见了，所以你看呢他这个天性就很精纯啊，然后呢以后来教化就很容易教化了啊，所以真的都可以教成啊，个个都是啊真正的善人。所以所谓的真正爱护子女啊，你看呢这才是真正爱护他，而且也才是真正的为国家社会 为天下的众生来造福。你看培养出来个个都是大好人大善人啊，所以这个真的啊，中国文化讲的这些道理啊啊，确确实实啊啊非常有智慧啊。底下呢我们继续看啊，底下说习周太姜太任太氏相夫教子之熟得易行，故能成周朝八百年之王业。印光常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超得一大半。好，我们看到这里啊，那么这就是讲到啊，在过去啊，周朝啊有出现的三个贤母啊，贤人的母亲呢 啊就是三个太啊，太姜太任太氏啊，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呢称这个妻子叫太太啊，这太太怎么来的呢？太太的典故就是这里来的啊，就是呢周朝的这三位贤母他们都是太，所以叫做太太啊，所以你看呢称太太哦，这个很尊敬哦啊，就是把你当作呢啊，你是像贤母啊，周朝的贤母这样的啊来尊重哦
所以周朝啊，这三个贤母啊，就生了五六个圣人。所以你看，周朝的天下可以维系800年，啊，这真的了不起啊！在中国历史上啊，这个享国是最长久的，啊，800年，啊，所以你看这个太太这个称呼啊，啊，这个不简单呐，啊，就是呢，把自己的妻子看作是周朝的这三太啊，太姜、太任、太氏，啊，所以是非常尊贵的称呼。那么他们相夫教子，这些熟德异行啊，你看呢，就是啊靠他们这三位啊来奠定了周朝的啊800年的这个王业啊，这是我们的典型，这是我们的模范啊。所以印光大师啊常常啊讲了这句话啊，所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呢，女人家操的一大半啊。所以女人家呢，这个就是呢主宰的根本啊，主宰天下的权力根本就在女人的手上来主持的啊。那么男人呢是在外面呢来执行而已啊，根本是在女人家啊，因为他在那里栽培啊，他在那里培养啊啊，所以这实实在在啊是不得了的啊。因此子女啊在幼小的时候啊，要尽心尽力的去教育他，啊，尤其教育他的用心，这一点很重要，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教育，我们用什么心来教育他，这个很重要，啊，也就是说，你不要把他当做了，啊，这是为我一家来培养他的，啊，也不是说啊。哎，将来长大，哎，培养他能够赚钱，啊，乃至于呢，哎，我可以呀，啊，养儿防老，将来老了以后有人家照顾我，啊，大概以前呢，啊，中国人很多是这种看法，啊，养儿是要防老的，啊，不过现在呢，这个观念已经慢慢淡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儿女不会养老。你不要指望他将来会养老，啊，所以啊，这是现在跟古代不同啊，啊，现在会养老的儿女不太多了，啊，所以也不要这样想啊。那么还有的人的想法啊，希望这个儿女将来能够什么呢？啊，光耀门楣啊，光宗耀祖啊，啊，那么这样的心呢，也还是算私心，啊，还是只为自己的家族，为自己的家庭。啊，那么这个还啊不是很正确，啊，这个用心呢还是不够圆满，啊，应该用什么心来培养子女呢？要用啊为天下众生造福这样的心去培养他，这个心念才是正念，啊，这样呢就会跟佛法相应了。那换句话说呢，你看你在家里面教育儿女，就跟你佛法的修行有什么差别啊？没有差别啊！啊，为什么？你照顾这个儿女是照顾谁啊？是照顾个菩萨、佛菩萨啦，将来他要替一切众生服务啊！所以你是在照顾佛菩萨，你说你这个不是真修行吗？你就在修行了，啊！所以这个工作不得了啊！这个工作是啊非常尊贵的工作啊！而且呢，你看看呢，这个观念就是大公无私啊。我们今天养这个小孩，这小孩不是我家的小孩，不是我的小孩啊。他将来长大，他要为世界，他要为一切众生去造福啊。所以为一切众生造福，我来负责培养他啊。所以你看，在观念上就不一样哦。同样，大家都在照顾小孩。你看呢，每个人照顾小孩的这个想法用心就不同，那将来的功德福报就不一样了吗？所以呢，如果说呢，哎，为我自己的小孩，啊，我照顾他，因为他是我的小孩吗？啊，希望呢他将来为我啊能够啊显耀门楣吗？光宗耀祖，哎，你看这有私心啊。如果为国家天下幸福来养这个小孩，这是大公无私啊。
所以用心不一样啊。所以所谓佛菩萨跟凡夫啊不相同的地方就在此地啊。佛菩萨也照顾小孩啊，啊，佛菩萨照顾小孩无微不至啊，啊，把他养成啊一个好的习性啊，啊，将来长大呢，不管他从事哪一行哪一业，都能够为社会服务，为众生来着想，啊，不会有自私自利，啊，更不会去害人，啊，因为害人那就是害自己了，啊，所以你看呢，真正啊利益众生啊，所以利益众生就是利益自己啦。因为我们也是众生之一啊，我们也得到这个好处啊，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发菩提心呢。啊，你看呢，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你就可以做到发菩提心。啊，也就是呢，我们所作所为都要有这样的存心，啊，都不是为自己，都是为一切众生，啊，所以你做的任何事情，哪一样不是发菩提心呢？啊，你加上念佛，你就可以往生了。所以这是呢，啊，这个地方呢，啊，跟我们啊讲到的啊这个道理啊。那么底下呢，我们继续看啊这个十二页。啊，所以这个内容啊很丰富啊。啊，但是我们也只能选择重点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啊。那么这个提示呢，其实也是啊，要引起大家呢对这一部书的重视啊，也希望大家呢好好的把这一部书啊，能够好好的深入啊去啊研究啊，对我们的修学啊有绝大的帮助啊。我们看十二页的啊最后一行。啊，这里说呢，啊，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在于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母任多半，啊，啊，这个就跟刚刚啊意思一样了，啊，所以呢，啊，这个就是啊最重要的、最要紧的，啊，这个治国平天下最要紧的道理就在于家庭教育，所以我们师父常说呢，四种教育，啊，这个家庭教育。这个学校教育啊，社会教育，乃至于宗教教育啊，这里面的根本是什么？是家庭教育啊。那么家庭教育谁来做呢？啊，这个做母亲的啊，他的责任呢非常重大啊，所以一半以上的责任都是母亲。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能不留意啊。在中国古圣先贤，我们看看呢、啊、这些传记，你打开啊，都是啊有良母。有贤母才会有这个伟大的人物啊，来啊这个啊成就啊，也就是有贤良的母亲才会有好的子孙啊，然后世世代代啊这个贤者都能够辈出啊，这里面呢就是得力于母教啊，啊母亲的教育啊。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看第十五页。第十五页，第十五页的中间啊，也就是我们看第六行啊，第六行啊，第五行，第五行，好了啊，这里最后说，于啊，这个中间看起哈，于望一切大众，从今日起注意戒杀如数。并劝自己之父母、子女及亲友共同如数，要知此亦护国习斋之根本方法也。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所以呢，这就是印光大师他老人家所做的结论啊，就是这几句话啊。所以啊，我们要真正的去实行。他强调的要戒杀，要吃素啊，并且呢啊，要劝我们自己的父母、子女乃至亲戚朋友，大家共同吃素啊，因为吃素啊，这是戒杀吃素是一个护国息灾的一个根本法啊。所以我们中国古人也说了啊，只要啊啊，我们真正能够吃素啊，
这个天下的这个战争啊就没有我份。所谓的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间啊会有战争呢？这个战争怎么来的啊？也就是啊，因为众生啊吃肉啊，只要众生不吃肉，就不会有战争啊。所以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里面呢，也给我们啊讲到啊这个过去的这个因缘果报的这个事情啊。你看，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时候啊，啊这个琉璃王啊，我们看那个佛典卡通啊，啊有这一段啊，琉璃王啊。啊，他要去消灭释迦族，啊，就是把释迦牟尼佛啊，他的家族啊，啊，全部把他消灭掉，啊，这里面呢，这有前世的仇恨呢，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啊，就曾经啊要去挡，啊，那怎么挡呢？他就坐在那个路当中啊，坐在那边，啊，这个琉璃王子啊，一看啊，释迦牟尼佛坐在这里挡住他的去路啊，那么意思他很清楚了。啊，就希望他不要去攻打他的国家了，啊，所以他就把军队撤回去了，啊，结果呢，挡了三次，啊，到最后呢，第四次了，释迦牟尼佛不去挡了，啊，他说挡不住了，啊，没有办法，这个共业啊太强了，挡不住了，啊，结果他的这个弟子啊，这个目犍连，他说不可能啊，我有神通啊，我也可以帮助啊。哦，可以救这释迦族的人呢、啊，啊，所以呢，这个目犍连啊，就在了、啊、这个琉璃王子要消灭这个释迦族的时候啊，他就啊提前去把释迦族里面选了500个年轻人，啊，把他装在他的钵里面，他那个钵啊，吃饭的钵啊，装在钵里面，然后呢送到天上去，他的神通第一嘛，啊，送到天上去，啊。所以呢，至少还能够保留了这个500个年轻人啊，能够留存活下来啊。结果等到呢，后来这个释迦族被消灭了，哎，他就把这个钵啊送下来，送下以后打开，结果呢一打开啊，结果这500个年轻人全部化为血水，也就是呢，这个共业啊难逃啊，啊没有办法啊，所以呢啊这。目犍连尊者就请教释迦牟尼佛，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释迦牟尼佛就把过去的因缘啊给我们说出来了，也就是啊，这个琉璃王子啊，跟释迦族的人在过去久远劫以前，啊，他们曾经啊在一个村庄里面，啊，那个村庄里面啊有一个湖泊，啊，结果这个湖泊啊这个水啊越来越少，啊，里面的这个鱼呀、啊。啊，都被抓光吃掉了，啊，最后呢被抓到了是一只渔网，大渔网，很大的，啊，那么这个渔网是谁呢？渔网啊，就是现在的琉璃王子，啊，那些鱼啊，也就是他的军队，啊，那么住在这个村庄里面的这些人呢，他们就是释迦族的人，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他把这个鱼全部吃掉了，啊，所以这一生啊，你看呢，这个杀业啊，啊，果报啊现前了，他们要还债了，啊，过去杀生，现在要还债，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讲啊，他说当时啊，他也是这个村庄里面，他释迦族里面，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也是在这里面，啊，那么那个时候他没有吃鱼，啊，他没有吃鱼啊，他呢只是呢调皮。啊，小孩子嘛，调皮。结果呢，那个渔网要被杀之前呢、啊，他就在这个渔网的头上啊敲了三下，啊，结果敲了三下呢，哦，现在得到什么果报呢？释迦牟尼佛啊，就在这个释迦族被消灭的时候啊，他得到的果报就头痛三天，啊，敲三下头，得到果报是三天头痛，啊，但是因为他没有吃鱼，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没有受到这个灾祸，没有被杀。啊，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说明了，啊，吃他半斤还要还他八两啊，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这个时间因缘到了，你就要还债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懂得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啊，啊，我们吃他，将来还要被他吃，啊，被他杀害，
你想想，你还敢吃吗？不敢吃了，啊，所以这是呢，啊，我们真正了解啊，怎么样才能够护国息灾呢？怎么样才能避开呢这些天灾人祸呢？啊，首先第一个从戒杀吃素开始，啊，这就是呢我们要认真去做到护国息灾免难，啊，然后呢我们念佛、吃素，啊，加上呢敦伦尽分，啊，就是努力的啊做到我们呢啊应该做的义务，啊，本分工作。然后呢再去影响到别人，啊，劝勉别人，啊，凡是我们认识的人跟我们有缘的人，我们都要以这个道理，以这个事实真相恳切的来劝告他们，这就是尽到我们的本分了，啊，所以呢我们呢啊真正能够这样做啊，这个灾难你看呢就会减少，啊，多一个人懂这个道理，多一个人吃素念佛啊，行善积德，你看呢这个杀业啊，这个啊灾难就会减少，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到啊，每一个人都能够消他的灾难啊，也都能够成就啊他自己的道业啊，间接呢就会影响到整个的社会。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一人有福啊，连累一屋啊，一人有福啊，就是一个人有福报会影响到整个家庭啊，整个家庭呢会啊沾到他的福啊。比如说我们这一屋的人，我们这一个家庭里面呢，我们没有福报啊，都会有灾难。但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人他有福报啊，他在一起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啊，在这个房子里面啊，如果他在此地，这个灾难就能够免除。为什么？因为他有福报嘛，啊，他不该受灾难嘛，啊，那么也就是他一个人的福报啊，超过大家的灾难，所以大家跟他在一起也就能够免了难，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要去跟着一个有福报的人在一起，啊，就能够免难啊，所以呢，只要有一个有福的人、有道德的人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不灾难。所以这是我们呢啊，大家应该要体会啊。所以啊，真正有福有修行的人在此地啊啊，此地就不会有灾难啊，甚至灾难呢会减少啊。这是我们可以了解的。所以最怕的是什么？怕的是地区没有真正的善人啊，没有善人，那这个地区就很可怕了。这个地方就不是福地了啊。如果有善人，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这就是福地啊。福地福人居吗？啊，福人居福地吗？啊，所以我们选择好的地方就是什么？这是有善人的地方啊，这就是呢有福的地方啊。所以希望呢啊，我们自己啊，希望别人啊，大家呢啊都能够啊懂得这个道理啊，大家都发心啊，能够真正落实印光大师对我们的教诫啊，能够吃素念佛啊，能够真正敦伦尽分。然后呢，劝所有的人都能够这么做啊，这个世间就真正能够消灾免难了 啊。那么这是我们这一次呢啊，跟大家呢啊所报告的印光大师的这个法语。那么这是讲到了第二天的啊这个内容啊。那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报告到此地啊。那么我们呢啊，等到啊这个今天呢就是到这个地方啊。我们下一次呢啊，我们回来的时候啊，大概是啊20号啊，20号啊啊，我们呢再继续来跟大家啊来继续研究啊印光大师的这个法语的精华啊。那么就是啊，我们在啊8月啊18、19、20有三天啊，三天我们有举办一个啊这个啊地狱变相图的展览。啊，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啊，有机会啊，多多来啊，这个啊观赏啊。那我今天呢，跟大家报告此地，有讲的不圆满、有错的地方，希望法师诸位同修多多批评、多多指导。谢谢大家，阿弥陀佛。